七月十七，伊丽莎的祈祷第二，列王记下六章十五节到二十节。神人的仆人透早起来出去，看到车马军队围困着城，仆人对神人讲：“哀哉，我的主啊，阮怎样好呢？”神人讲：“唔免惊。”迄、那个甲咱同在，会比甲因同在搁较侪。伊丽莎基督讲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目睭，予伊会通看见。”耶和华开伊的目睭，伊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甲火马围困着伊丽莎。敌人落来到伊丽莎遐去，伊丽莎基督耶和华。求你予遮个人目睭昏迷，耶和华就照着伊丽莎的话，予因的目睭昏迷。伊丽莎对因讲：“这毋是迄个道，也毋是迄个城，恁欲跟我去，我必带恁到恁所寻找的人遐。”安尼带因到甲撒玛利亚。因入了撒玛利亚，伊丽莎基督讲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开遮的人的目睭，予因会通看见。”耶和华开因的目睭，因就看见了，不料是伫个撒玛利亚城中。阿兰王甲以色列人争战，伊丽莎差派人去见以色列王讲。你要警醒，唔通伫某处经过，因为阿兰人按遐落来。过了无偌久，阿兰王就派兵去掠伊丽莎。隔日，伊丽莎的仆人清早起来，看到车马军队围困着城，就开始着惊。伊丽莎讲：“唔免惊，迄个。”甲阮同在比甲因同在搁较侪。真侪时阵，人肉体目睭所看见的，会叫人惊吓甲失策。咱感受到，亲像伊丽莎身边的仆人一样。咱要怎样好呢？伊丽莎祈祷以后，耶和华开伊的目睭。伊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甲火马围困着因，耶和华甲因同在。一般人只能看到属血气的事，而属灵的事只需要属灵的眼光。咱需要祈祷，求圣灵赐予属灵的观察力，好予咱会通看见主甲咱同在。比甲咱的敌人同在，搁较侪。而敌人落甲伊丽莎遐，耶和华就照着伊丽莎的祈祷，予因的目睭昏迷。之后，因来甲撒玛利亚，伊丽莎搁再祈祷，耶和华就开因的目睭，因就看见了深深的陷伫个城中。阮的上帝是听阮祈祷的上帝，只要是伊的旨意，伊必定会应允成就，伊必定会伫咱遭遇患难时保护看顾咱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主必的天父，感谢你乐意垂听阮的祈祷，也乐意赐予属灵的能力甲眼光。并且加添阮的信心，让阮知影伫你的那边比伫阮以外搁较大。求主现在就打开阮心内的目睭，看清楚你所引出的道路。阮愿意跟随你到永远。伫遮求主你开阮亲友的心灵的目睭，让因也看得到耶稣是真的上帝。是因为伊的救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